如此星辰，如此月，本该对酒当歌。不过家训有云，不可饮酒，不如我们以茶代酒，聊慰风雅。忘机，你以为如何？好。奇怪啊，忘机，你有没有觉得这茶的味道有些奇特？的确。不过虽然奇特，也不能说味道不好。不如我们再饮一杯试试。兄长，这恐怕不是茶。忘机，你为何趴在桌上？家训有云，不可坐姿不端，你忘了吗，忘机？啊，月色真好，此情此景，正宜吹奏一曲以表情衷。嗯，哎，我的列兵呢？哎，怎么不见了？到底在哪里啊？西沉，你怎么了？战梁亭顶上，成何体统？叔父，我没事，我很好，我只是在登高赏月，此处风景更佳。好什么好？还不下来？是。还有忘机，怎么也睡在这儿了？你们这是喝酒了？没有。那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今日金鳞台送来的礼物中有名酒，我正怕拿错了过来看看。你们这是当茶喝了？是吗？原来如此，那是酒吗？原来是酒啊！哎，对了，叔父，你看到我的列兵了吗？我竟然怎么也找不到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你不是一直拿在手上吗？是吗？哦，这就是所谓的一叶障目吧。多谢叔父教诲，西沉今日受益匪浅。你们真是……西沉，怎么又上去了？给我下来！叔父，忘机，你醒了。来人，送醒酒茶过来。不喝。什么？反了你们！弟弟，你怎么了？不要消沉，来，我们一起下山为民除害吧。不去。为何？想要。想要什么？琵琶吗？我这就下山去给你买两大筐。笛子。什么？笛子。哦，你想要听笛子吗？哎呀，这可棘手了。我看谁都没有你们两个棘手。有了，云梦江氏的魏公子不是擅长吹笛吗？不如我们去把他请来为我们吹奏一曲，月下同乐吧。就这么说定了，出发吧。你们哪儿也不许去，都给我滚回自己房里，面壁思过去。